出走，宋南明写情书不敢寄。我回到我妈妈家一个礼拜，她都没有打电话。我跟你讲，我每天写信给她，我写那些信就是表达思念，是寄了没有那些信？没有。后来她回来，我就把全部都丢了。回来就爱面子，对啊，我也爱面子。我可屈可辱，可等待。